是普普通通的老渔民，对海豹却情有独钟。在山东长岛人眼里，71岁的林克武是个不守本分的怪人，四季独来独往，总爱驾着一条小山板围绕着海豹礁转悠，胸前的相机对着海豹一拍就是30多年。一开始就是买个照相机，村里啊，我们村里我是头一个买照相机，是见什么照什么，人家我是挺稀奇的个东西啊。他以后就是海豹开始拍了，拍海豹，他主要是什么哈，观察这海豹，以后天的变天了，气压低了，他容易反同音一样容易出事，他容易打架，搁海豹，搁海豹有他自己的领地，他不是繁殖期，他也是一点儿，他那个地方有一个海豹，有一对海豹，就是最后呢，就是死了一个，这个活的，把这个没死的呢，是个母的，雌的，他一直在这守护，到现在，多少年了。这个海豹挺，就是现在的说，动物世界的情感传奇，一直在那等。他不懂生死的关系，他公海豹死了以后，就浪被他打走了，是卷走了。卷走以后，这个雌海豹他不知道，他都给他一直等这个公海豹来，等多少年现在。那照顾海豹这30多年，主要做哪些工作？不是，哎，就有个活干，这不是干坏事啊，这有个活干，有个寄托吧，这样啊。因林克武的经验和照片极具学术价值，青岛海洋大学的教授也曾多次慕名登门拜访。林克武说，善待海豹也是为了咱人类自己。老林说这话时，表情显得特认真。